哎呀，这不会打野的保安，他不是一个好匣子。别克，这熟悉的味道。这回你爸又找你来了？没有啊，这次是我故意的。那你敢再故意一回吧？这是哪儿啊？这么明显看不出来吗？私人办公室吗？你要干嘛？你说呢？那可不得，一会儿你爸保不准又从哪儿传出来了。多大了？你这上网，你爸还管你？你不是？那我就知道了，逃课是不是？哎，上班还摸鱼呢？谁摸鱼了？啊！我摸谁家鱼了？我属于是一名保安，偶尔兼职送餐，工资2333.3元。人生格言，就俩字儿：有求必应。说吧，啥事儿？放心，绝不反抗。你怎么知道我找你有事儿？那他妈谁好人上来就亲嘴的？那能不能当我男朋友啊？